起床了。这只昨晚刚出生的而已。啊，终于。万丹好山好水。万丹的鲜乳为什么会品质这么好？你们到底都让他们吃什么？洛农辛苦一天，生产出金牌鲜乳。区域性的有专车、专门的生产线，还有专门的出运桶，不会混杂到任何的其他的牛奶。收乳车已经来了，然后现在他们就在进行采样，对那个消费者把关。以后又是要跟外国的鲜乳竞争啊。水质或者是山脉底下的环境比较温和，另外就这个地区比较没有重工业的污染，所以造就它这样的带有个性的一个风味。牛奶与咖啡的完美结合。我们请同仁到市面上采买了十几样的鲜奶，是盲测，所以我们揭牌之后，哎，确定，哎，竟然就是万丹。是万丹。要亲身体验才知道每件事都是点赞。精选风味，在地鲜醇。